墨西哥代表队今天是从汉城飞到台北来的，他们在韩国做了7场比赛，输了6场，赢了1场。他们输给韩国的代表队都是韩国一流的女子篮球劲旅，其中输给韩国国家代表队是11分。因此，根据篮坛人士分析，墨西哥队的实力将在我国女子篮球队之上。如果我国女子篮球队跟他们一力一拼的话，将是非常精彩的比赛。墨西哥队对亚洲的比赛，本公司将做实况转播。